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点 EC 的习题。在这个习题之前呢，我们要重新想回去。之前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样找这个五巴汉朗诵，然后怎么样从这五巴汉朗诵换成这个 Prasamahan，然后再从这 Prasamahan，我们也可以找到我们要的那个 nilai，对吗？只不过这一个呢，只是我们会牵涉比较多的本波类五巴。所以呢，它的做法呢是一样的咯。我们看第一题，Tuliskan hubungan dengan menggunakan simbol alpha bagi setiap yang berikut。那么我们要把以下的这个关系呢，用这个 simbol 呢写出来。S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dengan t dan u。那么我们之前已经知道，要写出这个五巴汉的话，我们要知道它有什么 symbol 对吗？然后它是 berubah secara langsung。那我们其实只要知道有三个，S 是最主要的，那么我们就用 S 在前面，T 和 U 呢就在后面了，然后这个 global cell 来说，我们就是这样写出来就好了。给我们看 B 的，V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dengan W kuasa 2 dan X，同样的，我们看它是 berubah secara langsung，然后 V 呢是我们知道的 berubah，还有 W kuasa 2，还有 X。所以我们写法就是 v，OK，然后 w 化是 2x，中间就是 alpha 的 symbol，OK，这是 perkadaran 的意思咯。OK，C，A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dengan kuasa 3b dan punca kuasa 2c。在这里我们知道它也是 berubah secara langsung，然后我们的本波类无法有 A，我们有 B，我们也有 C，OK，但是我们不可以只写 A。然后 alpha BC，因为什么？对，因为它有挂设第一个，就是说它的 B 呢是挂设第一个的，然后 C 呢不是挂设 2，所以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写的时候呢，就要用这样子的 symbol 来写了，要用不是挂设 2，还有 B 挂设第一个。D luas permukaan melengkung LCM persegi。Sebuah silinder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dengan jejari tapaknya JCM dan tingginya HCM. Okay, 在这里我们的本波类无法有什么？我们有 L，所以我们有 J，我们有 H，然后它是 berubah secara langsung，所以呢写法呢也是一样的了。OK，就这样子了。最主要记得 CM 呢，这些都是单位。OK。第二题，我们来看看，hitung permala k bagi setiap yang berikut，这是我们就要算这个 permala k 的价值。Okay, 其实做法一样的，OK，就像你写的出那个 persamaan。Okay, 我们看 A 的，p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dengan q kuasa 3 dan r 1 per 3。Okay, diberi p 等于5.184，apabila q 等于1.2 dan R 等于216，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写出它的那个五巴汉 P，然后有 Q 挂设第一个 R 挂设第一个，对吧？就这样。那我们要找 K，其实它就是说把这个五巴汉的那个东西呢，我们换成 Persamaan，所以它就会对等于 K，然后这个我们照抄。OK，然后接下来呢，因为我们要找 K，它给了我们这些资料。所以跟之前一样，我们就把它填进去。那么 p 是什么呢？对，5.184，我们填进去了。那么 k 没有，我们就照写。q 呢，1.2，我们填进去。r 就是216，我们填进去。当你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日间放过去变除，对吗？像我们上一次做一样。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不鼓励了，因为它按计算机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复杂。哎，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看啊，你看哦，我们移过去的时候，它变成除，对吗？这个呢是跟它是乘的关系，移过来的时候它也是在下面，所以按计算机的时候，其实这里要很小心，你要刮胡，不然的话你算的答案呢可能会是错误的，哎，你会得到0.5，给答案算正确的话，你会得到0.5。哎，如果要避免这个按错计算机或者得到错误的答案的话，我们有另外一个方法。前面的肯定是一样的，OK，那么后面的呢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要写出这一个，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步骤，然后才可以拿到分数。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就把这个算好的，这个不要动，我们把这个算好的，我们得到10.368 K。除非这个是无止境的号码，小数点无止境。如不然的话，你就直接写完它。如果无止境的号码呢，你就用分数来代表。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找 k 的时候，就把这个号码所以换过来，它就变成除，因为它这里是乘的关系。所以呢，做法其实一样的，做法一样，只不过这边因为我们还没有算，当你有算的时候，你换过来，担心是说按计算机的时候呢会按错，结果呢你的那个如果算了过后呢，你的答案呢其实会一样的。B, P perubah secara langsung dengan Q, R, dan kuasa 2 S. Diberi P dan 1 per 1. Apabila Q dan 1 per 1, R dan 2 per 3, dan S dan 1 per 1. 这四个号码都给了，我们也知道只有四个 bombolic 5吧，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找到 K。做法呢就是把这一个呢，我们换成那个五巴汉，五巴汉我们知道有 QR。还有一个 S 发生如何？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换成等于了，因为我们要找 k，然后等于的时候呢，它就有个 k。这些呢，我们找槽。OK，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找 k 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些号码填进去。p 是多少？三分之一，我们填三分之一。那么 q 呢？k 我们不懂，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找的造写 q 呢？五分之一，所以我们填进去，记得括弧，r 呢就是二分之三，s 呢三分之一。那我们找 k 的话，也是说我们上面的是跟 k 是乘的关系嘛，所以换过去的时候变成除了，下面跟 k 是除的关系，换过去的时候它就变成乘了。那么这边呢，照样的 e 在上面了，所以呢我们乘五，然后再乘二。再乘三，对，为什么会发生如果？对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发生如果的，上面发生如果，下面也是发生如果，所以不要忘记了。过后呢，我们就除，OK，这边三是照样的，然后这边呢，我们上面的换过来就变下面，所以它是乘一，然后会乘三，然后呢，所以你可以写一挂十二或者一，因为一挂十二呢都是得到一。然后呢，你就按计算机，余得到十。如果你怕这样会错误的话，会发生混乱的话，你就先解决这一个。比如说我这边解出来的，我这样了，对吗？那我们先算了这个，先算的时候呢，你会得到390。为什么要写分数呢？因为当你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是无止境的号码，你会得到后面很多三。如果你在这里，你就把它做进式值，可能最终的答案呢，你会得到一个不是很准确的，对吧？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写成这个分数。所以当我们做的时候也是跟这个一样了，下面的跟 k 是除嘛，你过去变成乘了，所以乘90，上面的跟 k 关系是乘，所以换过来就变成除了。然后你才按计算机，就会比较简单，看起来比较简单，对吗？比较没有这样复杂。做法其实一样的啦，OK，所以最后呢，你还是得到 k 等于10的。第三题，Liberty y 等于6，Apabila x 等于0.24，但 z 等于5，Ungkapkan y dalam seputar x dan z jika y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dengan punca kuasa 2x dan z. OK，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要 Ungkapkan y dalam seputar x dan z。当要 ungkapkan 的时候，意思是我们要做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写成 persamaan。persamaan 要写的话，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要知道 k 对吗？找到 k 我们填进去。所以做法也是延伸刚才我们的那个习题。所以最主要你要知道写出它的这个五巴汉，什么是 y，还有这个朗诵的那个这块是如 x 还有 z，可以写出这个。我们要写成，所以写成有 k 的，就是说它是等于的。然后呢，所以 y 多少呢？没有，k 没有，不知道我们要找的 x 呢？对的，0.64，但是别忘记这个公式，公式如 z 呢？所以是5。
那我们就先解决这个了。OK，我们用简单的方式。OK，我们得到四，这个得到四，所以就是四 k 了。那你要找 k 就是六可以除四，你就得到这个了。对，当然也可以是1.5了。那么我们要 on top 的话，我们原本是这个对吗？k 嘛，k 我们找到二分之三，所以在这里呢，其实 k 我们就换成二分之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B y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dengan x dan kuasa 2z，你做法一样，我们就写出来那个无法函，你写了过后呢，你不要忘记挂失多了，OK？然后接下来我们换成等于的 k 了，然后呢，我们就填进去了，y 是等于六，k 等于 k，x 呢0.64，z 呢五，挂失多，然后我们要找 k，我们先解决这一个，OK？记得先解决这个比较方便，然后再解决这个你会得到16，所以就是16k，你要找 k。对，就是六除16，然后呢，我们就写成分数了。所以我们的这个答案，ungkapkan y dalam sebutan x dan z 的答案就是，OK，换成这个 pecahan，OK，这就是答案了。哎呦，很简单，就像我们延伸过了，OK，延伸那个之前学的 CT 的知识。第四题，harga bagi sebatang rok besi RMX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dengan panjang PCM dan kuasa 2 jejari JCM. 它就说一个铁条的价钱呢，RMX 呢，berubah secara langsung dengan panjang 跟它的长度，还有它的 jejari kuasa 2成正比。Jika sebatang rok besi dengan panjang 150 cm dan jejari 3 cm dijual pada harga RM27. Okay, 如果一个铁条呢，长度呢是150 cm，它的半径就是3 cm，卖的价钱呢是27块。Tuliskan satu persamaan yang menghubungkan x dengan p dan j。Okay, 在这里我们要写出这个 persamaan。Okay, 刚才的是比较简单。这个呢，只不过他把这个 situasi 写出来一个情况，所以你要懂得把这个情况呢换成数学的这个模式给表达出来。所以首先你要明白，我们知道它是 berubah secara langsung，然后我们的本部内 ubah 就 x 哦，记得不是 rm 哦，rm 是单位哦，我们的本部内 ubah 是 x，然后还有吗？对，p 不是 cm 哦，是 p，还有，对。J，但是呢是 cos 2，J 就是 J 要 cos 2，所以呢你就把它写出来了，OK 就写出来了。写了过后呢，对了，因为呢写了过后呢我们要做 persamaan，我们要定写成等于，就是有 K 的了。然后呢，OK 我们 X 是多少？对，我们看 RMX，就是说 X 代表的是价钱，你千万不要顺着去哦，你要看它 X 代表什么。所以 x 代表价钱，我们的 x 呢就是27，然后我们的 p 是多少？x 27的话，p 是多少？p 是半径，就是长度。所以我们的 p 呢是150，所以 k 不懂的照写，p 呢写150，j 呢，对，是3了，给我们3就填进去这个 j 这一边，然后同样的我们这个先解决，我们得到1350，给 k 照写了。这一乘的意思，我们要找 k，意思说我们的27呢，对，我们要除1350，然后你得到50分之一。当然你要写那个小数点也可以啦，因为课本的是小数点嘛，0.02，跟一样的都可以。所以呢，我们的 persamaan 呢，其实就是把 k 换成这个价值，也就是50分之一 pj 挂12，或者你根据这个课本的也可以。第五题。Beri G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dengan H dan punca kuasa 2M. 他说，如果 G 呢，他告诉我们 G 呢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dengan H，还有 M 的 punca kuasa 2，一个 G 等于42，apabila H 等于7，
当 m 等于16，给如果橘子 h 呢，还有 m 呢，是给你这个号码。Hitung nilai G apabila h 等于4，当 m 等于81。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就到刚才第四题，我们是知道怎么样写成这个 bersama 对吗？现在要我们找那个 nilai。对了，我们找到那 bersama，再把这个填进去，我们就会找到它的 value 了。好，所以呢，我们先找出它的 bersama 先了。我们知道 g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dengan h 还有 punca kuasa 2m，我们就先写出来。然后我们就把它写成等于的 k 的。Okay, 接下来，对，找出它的 k 的价值，g 是多少？12，k 不懂，h 呢？7，m 呢？16，k、okay, 要记得 m 是写在里面分车上面。然后呢，我们要找 k，我们就先解决了哈，先解决，我们会得到28，k 要写哦，不要忘记 k 哦，28k。然后从这里我们才找 k 就是，对，42除。28，然后我们得到3/2，给这个值拿到 k 而已哦。我们要找 g，所以我们把它填进这个 k 这一边，所以呢，我们会得到 g 呢是等于3/2 h 分之瓜是 2m。好，我们用这一个，我们才找到 g，因为我们怎么找？对，我们填进去，然后我们填 h 还有 m，我们知道 h 是10。m 呢81，对，不要忘记这个它的本车方是多，那你按计算机咯，等于得到54，哎，这样简单不了啊。b，我们要找你了 m，如果 g 是18，h 4等于20，我们要怎样找呢？我肯定不需要重复找回那个 bersama 啦，因为它是一样的东西的，它们的主题呢是一样的，意思说。它主题都是 g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dengan h，但 punca kuasa 2m，然后它又给你这个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不需要在这边重复找回那个 persamaan，你只是需要用回刚才的 persamaan，就是这一个来找 m。那就是我们把 g 换成18，h 呢20，m 就不同了，我们要找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约减的话，我们先约减了，比较简单，2跟20可以约减。剩多少呢？二就变一呀，这个剩多少？所以约减就是除同样的号码，给这个二除二就一咯，20除2就是10，然后这个10乘3，30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分式公式如果 m 呢是等于18除10，30，这里30，对呀。所以我们约减了可以得到这个。那么我们的 m 呢，这个分式公式如何？那么换过去就是公式如何了？我们得到这个，对吗？就这样子了。然后现在我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用本麻拉的这个 concept，本麻拉的概念。我们知道本麻拉，一说，我们看这里哦，k 是本麻拉，对吗？然后我们知道它的 k 呢，其实是等于 h 乘分之公式 m，就说这个是在下面的。不管它的号码是什么，我们知道如果它是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的话。他们的本麻拉呢都是一样的，你说这一 set 的号码的本麻拉跟 B 这一 set 的号码的本麻拉是一样的，来根据这个概念，根据这个概念哦，这个一 set 的号码本麻拉跟这个号码的本麻拉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写，G 是42，H 是7，剩多少？对，16.482。那么它会等于什么？上面我们要写什么？我们等于这个一样的本麻拉，对吗？可以明白哦。它们这一 set 的号码跟这一 set 号码的本麻拉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呢，第二个的本麻拉呢，我们的 g 就是18除，OK，第二 set 的 h 是什么？20乘多少呢？我们不懂，OK，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你看这一个 bersamaan，我们只有一个本波雷乌吧。所以我们可以解决，我们可以找到这个价值，只不过你换的时候换位置你要注意咯。好像在这里，我把 m 换过来变成乘咯，对啊，那么这里18张在上面，
20照样在下面，只不过这个号码我换过来的时候，什么号码在上面呢？42还是7层分车刮车如果16？对，就下面这一个，因为它是除嘛，换过来的时候就变成乘了。21样啊，因为18个20在下面了，所以上面就变成这个了。那下面还有什么号码？对，就是42，变成42。然后你可以按计算机，只是按计算机的时候你要小心了。然后你看到5%，跟这个一样，看到吗？一样的。那么接下来你要找 M 呢，就要刮色如何了，所以你得到同样的答案。第六题，jadual di bawah menunjukkan perubahan tiga kuantiti。底下的图表呢，代表着三个 quantity 的这个号码的变化了。Diberi P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dengan kuasa 3 Q dan R. Maksud P nya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dengan juga Q kuasa 3 还有 R. Hitung nilai X dan nilai Y. Ya, kita算出 X 是什么 ，Y 是什么。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到底要怎样看？是横还是直竖着看？对，如果你看它的这个。我们的话是 PQR，PQR，所以其实我们是竖着看，好吧？竖着看，所以在这里呢，一组号码呢，我们只是 X 不知道，这一组号码呢，我们是 Y 不知道，然后你要懂得怎么样看那个号码哦。所以从这边有三个号码，我们懂，我们知道。那么从这边我们可以找到什么？对，我们可以找到 K 做到 persamaan，然后就可以解决这一个了，给哦。所以，同样的咯，只要你知道它是 Broadcast 朗诵跟这个，比如是瓜斯迪根，还有 R，然后呢，我们写成 persamaan，对，就这样。然后呢，我们填什么号码？就这个咯，对吧？一组号码，所以 P 就是86.4，K，Q 就是1.2咯，R 就是10咯。然后呢，对，我们先解决这个，我们到17.28。因为它不是无止境的，如果无止境的号码呢，你就写成分数，不然的话，答案后面答案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看。OK，那我接下来我们就是除了，你就到五了。OK，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写成 persamaan，等于把 k 换成五。从这我们找 x 的话，我们知道 x 其实代表的就是 p，所以我们把 p 换成 x。其他的，我们找写 Q 是多少？我们找 X 的时候 Q 是多少？对，就是2，我们转换成2，然后 R 呢，0.4了，所以按计算机罢了，所以你就得到16。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找 Y 呢，对，我们同样的是用这个 persamaan，然后 P 是多少呢？对，1.215等于5 Q 呢？也就是 y 方是第一个，q 就是 y 了，r 就是9，我们要找 y 方是第一个，意思说5跟9呢要换过去，就变成除了，对吗？就是5，哎，5九在下面，945了，也就是45，所以呢，当你除的时候呢，你会得到0.027，然后 y 呢，对，公车方是第一个0.027，我会得到0.3，就这样简单。第七题，tenaga kinetik hijau, sebuah objek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dengan jisim WKG dan kuasa dua laju V meter per saat. Jadi, kita melihat ada tiga komponen berubah. Jadi, sebenarnya dengan cara yang sama dengan yang tadi. Jika soalan ini, dia akan memberikan satu situasi, satu keadaan. Maka, anda melihat, anda melihat di sini, contohnya,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anda akan tahu bahwa ia adalah 五巴汉，所以你要用五巴汉的方式去解决，你要把它写成 mathematic 的那个形式，对啊，所以我们有 E，有 W，有 V，然后这 V 是发生多了。Diberi bahwa tenaga kinetik sebuah objek dengan jisim 3 kg bergerak dengan kelajuan 12 meter per saat ialah 216 joule。这里呢，他就说这个的那个 kinetic 呢是给这个 object 呢是216，然后它这个 object 呢是3公斤，
它速度呢是12 m/s。然后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它给我们这个是刚才有它三个 problem 对吧？这里有三个号码，所以我们就是要找 K 从这里找出那个 K 了，对哈、哦？移动了就达到 meter per second，object itu jika jisim dan tenaga kinetik masing-masing ialah 5 kg dan 640 joule。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算出它的拉距，它的速度。它给我们的资料呢，就是说这个东西的重量呢是5公斤，然后它的那个 kinetic 就是640。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先找出这个 performance 咯。所以我们这有三个 perubahan，然后它是 perubahan 实时的朗诵，所以呢，这三个 perubahan 就是这三个。所以呢，我们就有 E 波霸斯加的朗诵跟 W 还有 V 发射如何？因为它这里说发射如何。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换成的什么案？对啊，换成什么案过后呢？所以我们填进去，它给我们的一些资料填进去。只不过你填的时候，你要知道 E 是什么，所以216。OK，我们不懂嘛？那么 W 呢？W 是极性，所以就是重量了，也就是三了。然后 V 就是12了，对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先解决这一个，我们得到432 K，这432乘 K 就得到这个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找 K 的话，所以我们就把这432换过来，这边的关系是乘，所以换过来就变成了除了。对了，那么 K 呢，我们就得到二分之一。然后从这一边，我们原本的，我们知道 K 是二分之一，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对，移动拉距，找它的速度。这里哪个是代表速度呢？对了，v 哦，所以 e 我们知道吗？对的，我们看640，不是看这个哦，我们看640，所以呢640等于 a 就是二分之一了，w 就是五了，v 是我们要找的。然后如果我们找 v，就是我们把这个换过来，这两个换过来，这里呢二在下面代表除了，换过来就变成乘了，明白哦？所以呢就等于640乘二，五呢五这里是代表乘，换过来就是除了，耶、okay，那么呢我们就算答案了，计算机，这是 v 的答案吗？对，它不是，它是 v 过程如何？我们要找 v，我们就要本测过程如何？然后你就拿到答案了，16。那我们的拉距呢，其实就是16 m/s。没有。那题，OK，最后一题，老师也是一样。所以你一定要，一看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了。比如说我们读第一句啊，isi batu sebuah kon v cm padu berubah secara langsung。你看到吗？berubah secara langsung，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 ubahan langsung。Ya, dengan tinggi hcm。但 kuasa dua jari tapaknya JCN，那么这个 V 呢，就是它的那个 cone 的容量，cone 的体积，那这个是一个 volume 吧。然后它 berubah secara langsung 呢，跟它的高了 H，还有它的半径 kuasa dua，诶，tapak 的半径啊，它的底部的半径。sebuah cone dengan tinggi 21 cm dan jari 6 cm。然后一个 cone 呢，它的高呢是21 cm，它的半径呢，底部的半径呢是6 cm。mempunyai isi padu 792 cm padu，就有它体积有792了。我从这边翻回去刚才的题目，我们可以找到什么？对，我们可以找到 K。移动 isi padu dalam cm padu cone dengan tinggi 14 cm dan jari 15 cm。在这里我们的问题。要算出它的 isi padu，要算它 isi padu，它给我们什么资料？所以给我们14代表什么？对，高度。OK，然后15呢？对了，半径。那么我们把它填进去哦，填进哪里？对，那个 bersamaan 哪里找来呢？对，这个 ubahan 对吗？但是 ubahan 的有 k 对吧？k 怎么找呢？所以我们用这个、哦、这三个号码，好吗？所以其实你这样慢慢的想去，你就会知道要怎么解决。最主要你不要忘记它的步骤，所以多做练习题了。OK，我们知道第一个呢有三个 problem 吧，
Dah berubah langsung ke HIMJ kuasa 2 lah. Kuasa 2 tercari tapak. Mohon jangan lo cakap UK lah. Cuma tak sama dengan lah. Jadi UK lah. Ya. Dan接下来我们找 K 嘛。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留了这个资料，我们去填进去了。不过填的时候你不要填错了。比如说 V 是什么？所以792。OK，我们不懂嘛？H 呢？这里是高嘛，对吗？所以就是21，J 呢就是6咯。那我们找 K 的话，跟刚才一样，我们先解决这一个，我们得到756，要找 K 嘛，我们这个画过去变粗了。OK，然后我们这个看起来越简单，按计算机咯，就可以越简单。OK，然后我们从这边，就是这一个啦，我们已经有 K 了嘛。然后刚才我们找伊西八度嘛，我最需要找伊西八度，我们有这一个。OK，我们就填进去了。V 就是伊西八度，我们要找的。K 是，对，这个22、21、22、21。H 呢？14。J 呢？15了。别忘记公式如果哦，如果忘记了，我们就会错了答案。我们按计算机了，你就算到了，对吧？所以呢，你的答案呢就是伊西八度宽呢等于3300米的，西线八度了，给西线八度。我们到这里了，谢谢你们。